刚看一下这里哦，你先观察一下，哎，看到一个 look 题目要先观察上下不关系，有上下都可以改成几，上下有关系，自己生就可以生出答案，怎么生？这 look 什么叫四？四可以写二几次？两次。那这怎么写？什么叫十六？十六是二几次？四次。开三次把次数除以几？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上下有关系，自己生就可以生出答案。把大交改成几？二，改成这之后，麻烦你把次数往前背，往前背，行不行？二在底下，往前背再分母，三分之四在上面，往前背再分子，所以后面剩下 log 以二为底，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，老师可以知道，哎，这边上下一样事情，一把三分之再除以二，所以说三分之四再除以二，答案算出来是几？三分之二 ，OK。